爱的台湾成员舒华经常开直播和粉丝互动，搞笑的个性和率直的对答总是会有意想不到的圈粉效果。三十日他又独自开启直播。舒华，韩国冷吗？要多穿衣服。现在很冷，出门前都要先问一下成员。你今天会冷吗？然后说超冷哦，赶快去穿外套。如果我们的舞台衣服也这么保暖就好了，每天都好幸福哦。可惜，就只能穿一条布。简直就是穿了一条布在跳舞。台湾今天很冷，是吗？是吗？应该不会比这里的。坚强一点好吗？舒华，你是不是长高了？哦，是吗？谢谢。我也希望啊，因为我从小六，国小六年级开始就是这个身高了。所以我国小六年级我真的因为我很高，所以我就都坐在后排，殊不知上了高中国中就可以往前面了，最后一点可以慢慢的往前这样子，但还是后排了，后排是最好的位置，你懂的。我觉得发中文的人都很喜欢损我，奇怪哦，不会是我朋友吗？感觉我朋友会做出这种事情。好想你，你谁啊？你谁啊？讲中文时的小奶音真的是太 Q 啦。